发烧话题追根究底，欢迎收看热线追踪，我是王李忠彦。大家对孔雀的印象是什么呢？大部分的人应该都会想到色彩缤纷的羽毛以及壮观的尾羽。不过如此美丽的动物在金门却是人人喊抓的害鸟，甚至严重威胁到飞航的安全，因为金门的孔雀数量几乎到失控状态，从民国88年的14只增加到现在将近1400只，20年达100倍的成长量，再加上金门制酒有丰富的酒糟是天然食物来源，而且在金门孔雀没有天敌，双重因素助长让孔雀数量持续攀升，导致生态失衡和农损。但是不产孔雀金门到底为何会孔雀成患？热线追踪记者朱涵瑜、吴清俊透过镜头带您到金门，深入了解战地孔雀的大难题。色彩缤纷的羽毛，还有壮观的尾羽，这是许多人对孔雀的第一印象。不过，美丽的孔雀在金门却是非安大患。我们其实真正开始紧张哦，应该是在105年的时候，有民众拍到孔雀像候鸟一样飞过海岸线。那离岛它最重要的交通就是航空嘛，如果它这个族群一直扩散，可能会跑到机场附近，那有可能会造成那个鸟击，那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交通意外事故了。金门县政府绷紧神经，因为成年孔雀平均体重4到6公斤，属于鸟类的它具有飞行能力，只是常年生活在森林，无法有足够空间展翅飞翔，遇到危险发生状况，孔雀会立刻展翅高飞。而金门机场附近曾经发现孔雀出没，因此机场设置重重关卡，严防鸟击事件。它的声音的叫法呢，大概是这样，声音长而且很尖锐，对噪音来讲呢影响很大啊，所以老百姓呢，虽然是它很美，但是我们讲说美丽的错误，它不该在这个地方。不在金门，那么孔雀又应该生活在哪儿？这个疑问恐怕很多金门人都想知道。我进来一样要把门锁起来，否则它就跑光光了啦。好，那我就这样喂。好，那我现在目前里面养了24只的孔雀，那这个是蓝色的蓝孔雀，有看到蓝色颈部的，那个这个是公的，啊，后面比较漂亮的呢，那个都是公的，那这个通通是从野外抓来的。笼舍里面养了20几只孔雀，公的母的通通有。李策立每天巡视喂养，并且观察生活状况，把野生孔雀当作宠物饲养。啊，这是我最喜欢的孔雀，我把它圈养起来。如果我上面没有圈养起来的话，它整个都飞出去，它随便一跳都可以跳2-3公尺高，啊，所以外面呢，上面的顶部呢，一定是要铁网把它网起来。做好所有的防飞防逃措施。李策立说，他养孔雀除了兴趣之外，更重要的是在金门孔雀数量多到变成危害。这个是我开心农场里面的孔雀园，目前养了24只的孔雀，还陆续的增加中，因为我要为民除害，也增加自己农场的数量。想要活抓孔雀不简单，因为孔雀的移动速度非常快，老远看到人类立刻跑得无影无踪，必须靠着陷阱才能够活捉。不过不少人也相当好奇，金门不产孔雀，但为何孔雀数量会多到成为金门人口中所谓的害鸟？丹恩台风肆虐金门，造成严重灾情，农委会已经宣布金门为灾区。民国88年，丹恩台风来袭，金门当地遭到严重破坏，全岛上的路树捣毁了1/3以上。而金门县畜产试验所不少笼舍也被台风毁坏，饲养的14只孔雀全部飞出去。20年下来，孔雀从原本的东半岛扩及到西半岛，不只是山林、乡下地区，就连市郊也有孔雀。当年的14只孔雀，如今已经变成将近1400只，几乎是100倍的成长量。最主要原因是金门的环境比较特殊，孔雀在这里没有天敌，然后它又有很多的食物来源，这边的孔雀会吃酒糟，所以基本上就造就它一个很好的舒适的生活环境。孔雀是跟着牛只，哦，我们这边有很多畜牧场，因为有食物来源嘛，
像那个酒糟像是免费的，像 buffet 一样。整个金门都是孔雀的吃到饱餐厅，说的就是这种状况。一看到人靠近，立刻展翅逃离。生性警觉的孔雀非常难靠近、难拍摄。他们经常混在牛群、鸡群里面，在户外跟着一起吃酒糟，食物源源不绝，对于族群繁衍绝对有利。而且在金门，孔雀没有天敌，因此数量太多就会影响到其他的生物生态。我们还一直引诱，就是孔雀它是杂食性，它其实去的地方会把底栖的一些动物啊、昆虫啊，还有甚至一些可能小型的小鸟或鸟蛋、其他动物的，它一并吃掉。那我们如果为了兼顾这种比较漂亮的生物，其实毁坏当地的原生的那个生态圈或生态系统的话，其实问题更大。在金门岛上称霸的孔雀，就连当地农民也觉得不堪其扰。你这只往上一直赶哦。走到很近的话，它才飞起来，它不怕你啊，真的哦。这边常常很多啊。一边耕种一边抱怨，孔雀怎么赶都赶不完。张红艳的花生田、地瓜田经常被孔雀吃掉一大片。哦，每一年大部分都有给它吃了。去年那是很严重，去年是种这一块整块啊。种了什么？哎，种花生，整块都种花生。被吃到什么？被它吃三分之一以上了，剩下三分之一以上，真的。你假如不来的话，来了就是一来就是十只八只，它整，因为花生是一头一头的，对，它就把你吃的只剩下那根部，用脚把你土抓松，然后再抓起来，因为花生是长在地上啊，它先根在地上啊，它所以把你拔起来，然后嘴巴就把你吃掉，很聪明哎，很聪明哦。每年耕种时期、收成季节都要和孔雀斗智，稻草人、活套陷阱全都派上用场。孔雀也很聪明，同样位置的陷阱绝对不会上第二次当，因此农民还得再想出其他位置来对付孔雀，想要根除难度很高。要如何维持生态，保住金门岛上的农作物，并防止鸟疾危害到飞安，同时还要维护孔雀的栖息地，金门的战地孔雀是个大难题。孔雀问题困扰着不少金门民众，金门县政府希望能彻底解决，特地委托中山大学生物科学系张学文教授的研究团队着手进行孔雀移除计划，利用活套陷阱捕捉孔雀，再送到蓄势所集中饲养管理，减少野外孔雀数量，降低野外的繁殖机会。但是孔雀跑得快又非常聪明，只要一有一只孔雀被陷阱困住，同样地点的陷阱就不会再有第二只孔雀上当。因此移除小组成员不仅要到处找孔雀的受尽埋陷阱，还得要把陷阱掩饰得毫无破绽，让孔雀中招。但移除计划仍有无法克服的关卡，因为金门有许多废弃的营区，孔雀躲藏其中，根本就很难被找到、被抓到。想要根绝孔雀的问题，难度不小。继续带您深入了解。尽可能脚步放轻，音量降低，因为孔雀只要听到任何风吹草动，一行人放到全身雷达寻找孔雀踪迹，山林里的叫声此起彼落，偏偏连个孔雀影子都没看到。力求解决孔雀问题，金门县政府委托中山大学生物科学系张学文教授的研究团队进行孔雀移除计划。刚有是超近的，你没有看到吗？没有啊，我们只知道一直都有叫声。刚才那个。我们听到那个声音，就是他在警戒哦，可能我们有人已经进去，所以他可能已经听到我们的声音，或者是看到，所以在那边对同类发出这个警戒声。移除计划以不伤害孔雀为前提之下，利用活套陷阱活捉孔雀，再把个体送到金门蓄势所集中管理饲养，减少野外繁殖数量，降低族群数。但要如何活捉孔雀，需要创意和经验。覆盖回去之后，可能还需要用一些旁边的落叶，然后把它盖在上面，做一些掩饰，这样子。对，
因为这个土挖出来之后的颜色跟其他的颜色就是很不一样，对，会很明显。陷阱要做得好，做到一点点的破绽都没有，必须巧思装饰，别让聪明的孔雀一看就知道这里怪怪的。另外还要精准计算孔雀的步伐，以这个陷阱来说，旁边放的较大的树枝挡住了其他去路，而陷阱正前方正后方放置了小树枝，孔雀想要走过去必须抬脚跨越，这么一跨就会直接踩在陷阱上。你要用动物的它的想法，它怎么样可以生存的那种想法，你要去想它怎么样走过去啊，它怎么样停留啊，那这样去想的话，你才可能有一些研究一些成果出来。用孔雀的思维模式模拟推敲出哪些路是它的必经之地，找出陷阱的最佳设置点。有一些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可以看到它可能有一些痕迹，就是我们到山上有的时候看那个兽径，对不对？兽径是野兽的，那孔雀它时常走过的地方也有一个痕迹啊。那这边哈，这边看起来就是一个痕迹。找出兽径，埋好陷阱，然后以最快速度全员离开，让孔雀卸下心防。等待孔雀上当的这段期间，时间不浪费，团队成员继续前往下一个地点——金门五虎山，全金门最早发现野生孔雀踪迹的区域。它在牛的后面。大伙儿屏气凝神等待，果然草丛空隙中隐约看到小小身影在跳动。不到几秒钟时间，孔雀发现我们了，火速躲进深山里，担心打草惊蛇吓跑更多孔雀，每个人小心翼翼找掩护。突然之间，四只都母的，就这么远，看这么远就看到我们了。眼力好，观察力敏锐，张教授的团队郑琼珍、徐明宏还有曹家明这几年在金门追孔雀练就一身本领，老远距离就能看到孔雀的身影和尾羽，快速拿出望远镜和相机，但孔雀也很机警，一感觉到有人出现逃得无影无踪，完全陷进去了，因为完全不见了。那边是一个营区的路口，废弃营区的路口。五虎山追孔雀失败，另一头稍早之前在其他山区设置的陷阱已经有孔雀中招。哎，中了中了，一只母的。然后体温没有很高了，还好。踩到陷阱的是一只母孔雀，正当大伙忙着帮忙卸下活套时，相隔几十公尺的兽径上，公孔雀也现身了。它翅膀比较长，比较大一点，所以会稍微难折一点，这也比较硬。控制住头之后，你可以慢慢调整，没有关系。对，因为它的翅膀这个飞羽非常的长，所以你要绕比较大圈才有办法把它折起来，避免孔雀惊慌而受伤。第一时间必须罩住他们的眼睛，稳定情绪，接着赶紧将孔雀们带离现场，移到蓄势所。你怎么那么重？4.8公斤，哇，快5公斤。张学文教授团队的移除计划，移除量从一开始的一年30多只，到现在的50-60只，成绩相当不错。但是仍有一些难以突破的盲点。移除计划本身来讲，它是主要是看成鸟有多少，那它不太注重说蛋或是幼鸟。但是如果我们从一个族群的增长的话，最重要还是它下一代。好，我们如果可以阻绝到它下一代，那成鸟你能够把它帮它绝育的话，当然是另外一种方法。那个又是另外一个困难度，因为你要捕捉到活的，我们现在捕捉到活的，然后送到兽医那边要给它绝育。问题是野生孔雀在哪里筑巢，在哪里孵蛋，毫无所惜，想要破蛋减少孔雀宝宝的孵化目前有难度。如果找到巢和蛋，如果可以从这边控制的话，那当然是最好。金门有许多废弃的营区，让移除计划增添许多困难。现在有一个难处就是在军区里面了啊。军区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进去抓了哈，那当然军区也没有农损，所以也就算了哈。但是未来军区的这些孔雀哈，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我们把数量降得很低以后，它变成一个种源中心，哦，又继续繁殖又飞出来啊，所以这个是未来的一个麻烦的地方。
就怕废弃营区成了另类野生孔雀种源中心，一方面进行移除，一方面也要全面监测数量，希望能把野生孔雀的数量降到400只左右。县政府一系列大动作除害鸟，有人认同，也有人持反对意见。有一些台湾来的鸟友，他来金门就是为了拍孔雀，他很不赞同说县政府就是为了要移除这么美丽的鸟。那我们私底下也常讲一句话，就是人证真好哦，这4个字不会只有人类适用。我们常常会把情感转移到比较好看的动物身上。相关单位很无奈，要顾及到农作物，还要顾虑到外界的观感，实在两难。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孔雀因为它长得很漂亮，在其他地方又不容易见到。如果我们可以透过一个不管是有效的宣导活动，或是说结合一些环境教育的东西来让大家看到金门孔雀，然后让大家了解到说，哎，因为人类的可能一些不当行为造成物种的外溢，没有错，把它转化变成一个观光资源之外，也可以教育我们的民众，教育我们其他的单位来了解，这样子才是有一个正面的意义存在。原本就不属于金门的蓝孔雀被人带到岛上生活，现在又要被迫减少数量，金门孔雀的命运半点不由己。抓孔雀大作战，金门县政府委托中山大学进行移除计划，并寄出奖金鼓励民众抓孔雀，每只600元。过去几年平均每年都有20到30多只的量，这几年居民抓孔雀技术越来越成熟，去年更是达到52只。同时金门也力推孔雀料理，希望成为在地特色美食，但吃过的人都说孔雀有种特殊的野味，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而说到抓孔雀，金门有一位合法的专业孔雀猎人，经常深夜摸黑到山林里头寻找孔雀的踪迹，2年下来总共抓了200只的孔雀，而他的记录至今在金门无人能破。有特色啦，因为它有一个自己独特的野味哦。好，它有它自己的一个野味哦。是什么肉有着如此难以形容的独特野味？孔雀腿的肉啊，我们大概油封36个小时哦。正常鸭腿的话，大概是12个小时，它就可以酥，它就可以柔软了。然后我们这次试了36个小时，然后让它达到它的柔软度哦。比一般的肉还要还更久啊，因为它比较韧，而且它的腿的话，应该说因为是纯野生的，所以它的活动量比较大啊，所以它的腿的筋也比较发达啊。它咬起来，我觉得最适合应该做那个孔雀肉干哦。为了让山林野味成为舌尖美食，主厨花了不少功夫。不好意思，帮你上一下油封孔雀腿蔬菜沙拉。开胃菜黑松露油封孔雀肉，主菜香煎孔雀胸佐竹叶青奶油酱汁，这是金门特有的孔雀大餐。一般人他会觉得它是鸟，应该就是可能会类似鸡的味道，但是它自己的应该类似体味吧，体味大概是鸡的20倍吧。就加强20倍的那个味道，就是孔雀它藏起来的味道哦。然后鸡肉纤维的话，就像老母鸡吧，老母鸡再老个5倍哦，处理起来的那个感觉哦，还有口感哦。所以我们也尝试了很多，去透过烹调方式去改变它肉质的口感哦。冲着孔雀的独特风味和口感，不少游客到金门都会指定品尝。这几年金门力推孔雀料理，就是希望能够借着吃下肚解决孔雀成患的问题。只是光靠吃还不够，金门县政府寄出奖金，民众活捉孔雀每只奖赏600元，鼓励农友去自行捕捉，然后每一只是600元的收购价。那我们的前提是希望民众他要捉活体的孔雀，这也是避免说它以毒杀或其他非法陷阱去猎捕，造成其他动物的危害。我们只收活体的成果，去年一年大概52只啦，不过今年还不错，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刚开始，大概已经抓了30-40只了。所以民众已经掌握孔雀的习性。金门县政府101年开始编预算抓孔雀奖金，每年大约有20几只的量，依旧是赶不及孔雀繁殖的数量。民间人士也动起来，进行孔雀猎捕大作战。黑夜中，一只孔雀停在树梢休息。
箭一射出，孔雀应声倒地。摸黑出击的李策立是金门当地知名的孔雀猎人，为了捉孔雀，他在野外设置活套陷阱，等待孔雀出没。不过孔雀的警觉性相当高，想要白天捕获难度极高。而除了活捉之外，李策立还拥有了一把合法登记的十字弓，经常在黑夜里打猎。晚上会用十字弓来打，好，那如果下来以后受伤了，我们再来把它医治，好，然后再把它圈养起来。那如果万一被打死了，就拿来当鸡一样的料理方式。这两年的猎的孔雀数量呢，至少有200只。您个人的成绩？对，至少有200只，非常的多啊。那因为数量真的很多，所以我至少有被我移除了200只以上，但是数量有1000多只，你200只算多少啊？李策立说，光是他一个人2年之内就抓了200只的孔雀，卖给餐厅制作孔雀野味料理。而他抓孔雀的成绩在金门岛上无人能敌。不过再怎么努力想要降低孔雀数量，似乎还是难以达到100%的效果。金门现在外面的这些孔雀的数量其实已经成长到一个难以到完全根除的一个量体了。县政府没有办法全部把它移除光，因为外来种只要一扩散那就相当麻烦，那我们只能控制让它数量不至于向村庄或比较人口密集的地方靠近。县政府希望孔雀数量能从1000多只降到500只以下，减缓孔雀所引发的问题。政府民间动起来，但目前孔雀依然是站稳获胜的一方。